有一个放假，是一个礼拜五的日子，小周末的感觉，打算去一些地方玩一玩。而我今天找了一个伙伴要跟我一起去到处走一走，所以我接那一个伙伴吧，走。这是我今天找的同行的伙伴，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OK， 他OK， 那他叫顾德旺。现在应该是12点整，正中午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晒伤吧。芙蓉海边，我们来了 ，Let's go。地方是金山的某个 7。我们的目的地是芙蓉海水浴场，祝我们顺利，祝我们平安哦，走下痛之旅。车子熄火了，可能要在这边休息一段时间才能再出发，太好尴尬了。差不多等了半个小时，车子应该冷却了一下，希望待会可以直接到目的地，不要再熄火了。拜托拜托，那我们准备出发了，我们走。天气很苦，不小心3个小时，因为中间起火那一段，终于到芙蓉了。
啊，有卡达，这芙蓉车站，从12点开始我们就出发，来到芙蓉，好像是要吃的是芙蓉便当，那我们就要去吃喽。累死。不知道是太肚子太饿的关系，现在吃完一个便当还有一点感觉到饿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我们最后的目的地，然后去玩水，感受夏天沙滩的感觉。Yeah!在芙蓉海水浴场，就突然间想到，就骑着机车冲了过来。我们说一下，今天突然间被我拖过来的库德旺他的心得跟感想是什么？啊，好的。哦，我觉得挺好玩的，夏天嘛，来海边非常推荐哦。只是跟这时候100块门票的钱，来之前大家要想一下。我个人呢是建议坐火车或开车来。接下来也会持续分享，可能放假的时候突然想去的地方。那今天就这样喽，拜拜。